为着要迎接圣诞节的来到，未了国小桥头分校每年拢会带学生来到地方的社福机关来做表演，传送圣诞节的快乐气氛。今年，伊嘛特别来到三省安永县，带来一连串歌舞甲乐器的精彩表演，更加是邀请家长做伙参加，现场气氛是真闹热个温暖。学生活泼的舞蹈，为安永伊带来快乐。为了国小考出分校，每年伫圣诞节的时阵，拢会安排囡仔去社福机构做表演，除了提供一个舞台给囡仔发挥，也传送快乐的气氛。这次来给来帮阿公阿妈那个冬季送暖，很开心，也希望阿公阿妈喜欢。很紧张，不过很开心。感觉还蛮高兴的，因为阿公阿妈看起来都很喜欢。为着让囡仔的才艺和更加侪人看到，活动也特别邀请学生家长到场参与，除了会当作为享受圣诞节的气氛，看到囡仔伫舞台顶，家长也拢表示真肯定、很感动。小朋友等于是说表演一些节目，然后让这些那个长辈们大家观赏，对，然后我们就是来看他们表演，觉得小朋友多才多艺啊，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圣诞节一些节日的气氛。来这关怀在在养老院在在阿公阿妈，哦，我看到大家安尼足欢喜的，哦。这个小小年纪就培养这个爱心。这次的表演很多设计都是学生自己想的，圣诞节到外面去表演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学习。我们的节目过程里面都是由我们学生自己主持，然后去串场整个活动，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展现的就是孩子都能够把一个老吾老以人之老这样的慈悲的概念能够灌输他们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然后回馈给我们 在地的一个我们的三镇护理之家。圣诞节除了会当和朋友斗阵欢乐，出国去带予别人快乐，对家己来讲那是特别的回忆。过程中也会有不同款的收获。记者陈玉华采访报道。